场是56公斤冠亚军的决赛。裁判介绍：台上裁判朱胜通，一号林汉清，二号陈世恒，三号陈清松，四号林家财，五号洪建乐，计时洪伟志。选手介绍。很好听，怎么讲？很好听。没有，是竹嘎。竹嘎。竹嘎。竹嘎不是。哇，这是 BB。那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？冠军。那个自卫的动作怎么讲？张子。起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。张子。起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。张子。起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。下的文字单字的话，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。100多个字。对，因为以前流露的部分有没有，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，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，都已经过世了。鲁港甲兵，鲁港甲兵，更温机，更温机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。Isu bala I mahamba amu Ita wa yaniga hafi mafalu
那啥意思？那啥意思？花束花纹，那啥意思？跟女朋友开玩笑，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？怎么讲？我这个我不太敢讲，你是为什么？美沙苏乌达斯姆，这样吗？美沙苏，不是，你看，我先问一下，美沙苏什么宝乌达斯姆，这样啊？神秘宝，是，打一个字了，美沙苏。神秘棒，神秘棒，五德斯姆，这样才可以。美沙苏，神秘棒，五德斯姆，你是欠我的懒觉打。对。哦。我不懂哎，没见过，我也没经验。那那个，那那个，做爱怎么讲？英文是 make love 那个做爱。make love 对。Yeah, OK。啊？酒肉。你直接讲吗？先大声点。酒肉。酒肉。给。啊，詹尼斯。酒肉。酒肉。那如果说那个有时候他们两个瓜牛会在那边交配哈，那个黏在一起，那个交配怎么讲？Kasapat sunat tika kadu. Majajik jik jik. Majajik jik jik. Ni tu utai ya. Cacau pet soa ya. Maka kiororo. Taka. Cacau pet soa ya. Maka kiororo. Taka.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。
干你干你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波波手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波波手。干你娘啊！怎么翻？我们阿美族就打了，妈妈阿里不顾给伊那一束。超级白怎么翻？大家跟侬比比手。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大家跟侬比比手。超级白那怎么翻？超级白直接翻就俺都来不给啊。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？哦，
翻译哦，就是帮没，你先听我讲啊。我们就补救啊，就最简单。人家讲三个字概念，我们太阳子就没有说到字面上翻出来怎么翻？干你娘哈！九问亚亚树。哦，超级白要怎么翻？超级白是九问比比。男生那个打手枪怎么翻？门拉瓦乌蛋。门呢？门拉瓦。门拉瓦是碗。乌蛋。门拉瓦乌蛋。抠鼻，抠鼻鼻那个要怎么翻？有些男生会帮女生助兴，会去那个抠鼻鼻哦，像那个调情啊。那那个怎么讲？那个抠怎么讲？是用挖吗？还是用这个？那叫抠，这个，那叫抠，这个，那叫抠。不要藏起来，快点，赶快教学。好像是 Mali 啊，好像是 Mali BB。跟 Mali BB， 跟 Mali 就是抠的意思。哦。比赛结果由台上裁判裁定，蓝位角获胜。现在在颁奖台即将要竞选的是男子组第49公斤的奖项，这个奖项我们恭请新竹县的领队王国武领队来为我们颁发。56公斤季军屏东县潘启成选手。有没有看那个中国有嘻哈？有。有没有谁会模仿一段？我。Freestyle 一下。跑车里，想要一辆法拉利。再来多一点。想要钱，软妹妹，钱钱的都给靠五个级别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学泰雅语？为什么不想？没。好，那你呢？你想不想学泰雅语 ？I 不想。你不想啊？为什么 ？I don't like。我现在五大四，你的现在五大四 ，BB 里面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币，一切都得靠五大四 BB。谁会唱歌？我会唱歌。来。
五大师比比不啊，干你娘鸡巴！操你妈的吹喇叭！五大师比比。啊？自己自我介绍。我叫简世凯，我来自坚持乡。我喜欢开冰箱，喜欢开冰箱，喜欢打手枪，我喜欢打手枪。我操你妈鸡巴！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！比五大师不啊？比五大师不啊？不啊是什么？不啊是你的懒觉。比比是女生的比比，懂吗？哦，管呢，还要说吗？这个比这个最有名的了。你笔试怎么讲？怎么用？考这样考试啊？哦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？我第一次看到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。哦。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？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，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语。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？丢丢啊不给，丢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慢一点。丢丢啊不不给，丢丢啊不不给，丢丢啊不不给。哎，哦，非常。抠鼻。哦，好嘞。嘴巴的怎么？嘴巴的怎么？嘴巴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然后有时候这样，不要乱讲啊！再多一点，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。更灵活的吗？这样。对。哎呀，前戏舔 B 哈，舔那个不给，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？Nuts nuts to 不给啊 ？Me nuts nuts to 不给 ？Me nuts nuts to 不给？哎。哦。好了啦，这不够了啦。再做一次那个。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，再放在脸部上面，比脸部的考试这样。嗯，你怎么那么强？傻笑啦！我有 A 级驾执照一样。你放！